哎呀妈！我们现在很顺利的上了石卡雪山4500。你看，这里就有化不开的冰。哎，我的帽子呢？哎，啊，谢谢。你看他那边像不像个？哇，像不像一幅画？哇，哇！哇，我们跟云一样高哎！我们把手机打开拍吧。打开拍，好。打开拍。哇哇，很美，好清晰。对，游客怎么在一条线上？三星折叠屏手机。它一共有5个摄像头，对不对？一共有5个。对，你看这个，它是唯一一个折叠屏手机里面有内置摄像头的。Boy， 我们已经在山顶了，给他们看，给你们看，我们去山顶哦，哇哦，怎么这么快？你们这边海拔好像看起来很高的样子哦。我们海拔多少？4500。我们已经4500了，还要往上。我们现在在3500，我们在普达措这个3600，国家公园里面。我们在登顶看看吧。好，好吧。那我们先不讲了，我们先继续往上走。这风太大。哇，哇，哇，风大，真的风太大。铁哥，怎么不动？上吗？还上吗？要不我带你上去先歇会儿。不是，我觉得到不了那儿了。还上吗？上不去了。加油！我帮你们挡。再往上走就应该是最高的地方了。加油！太不容易了。是风大。对，我这也带上了。没事，我可以拽着你的羽绒服走。啊，你马上到顶了。雪山了，我心心念念的雪山。天黑，哇，最远的距离有你陪。哥，挑战人生新高度，4500啊。愿所有人平平安安。祝大家天天开心。